潮州有个凤凰镇，肇庆也有个凤凰镇，这里呢就是九龙湖。然后我看一下这个位置是哪里，这有个牌子写着。那我的位置是九龙湖驿站，然后它环着这个九龙湖啊，都是景点来的，还有那些村落。外面那个是彩虹路来的，它沿着这个水库一直走这条水库啊，这条公路很漂亮的，是彩虹路来的。我刚才开进来，那个环境很好，很漂亮，空气又好。然后是这边写着凤凰台，对，写着凤凰台，等风来不如追风去，肇庆凤凰镇。再观哈，啊，这个是九龙湖水库了。它这个水库，哎，那边有那些是不是有点像那些古驿道一样哦？还是什么来的？那些台阶那里啊？它这个水库啊，它是长的。Mount Back Hill， 它水库是长的，那边一直长，像一条河一样，就跟那个盖尔莱基跟那个什么凤凰。那个凤凰镇那个凤凰水库是一样的，长长的，然后围着这个水库，它那个路就一直修了一条彩虹路，很漂亮。然后那边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通天蜡烛，不知道什么样的，我等一下过去看一下。这里还是可以的，挺漂亮的，啊。